辣椒吗？啊，小米辣，你买回来了？都没用完。小秋秋就是要怎么弄的？那放在这里。哇，这个一个一口，哎呀，流口水，还得把它洗干净。这还有一点沙沙，再洗两次都行。哇，张官官都有个什么？哎呀，怕他。猪油。怎么着的？可以拿来做一个口罩哦，真的。你吃嘛呀？滚了一头，又没。大概是肉。这是肉啊。嗯，好吃的很，那个吃那个凉的。怎么这个那么大呀？怎么这个那么大呀？大的好啊。我就是一头。稍微好一点。没有泥啊。